已经确诊了，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他属于高危险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孩子会比较痛苦，这一点我们要心理准备。仿佛我的天空失去力量，我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孩子，没有理由去原谅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和和是我们俩的女儿，我会一直永远把和和一辈子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我没有啊，是个好人，我不想祸祸你。咱俩离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朋友，我不会离开和和的。我就是他爸，他就是我闺蜜。我想回家。